光汉也要那个。这一批的话，你基本上可以用。很久了吧？半年应该能用了吧？应该。但是它这个一反正不用放太多，每次你洗衣服你就放这么一盖啊，一个洗衣机里面啊，一盖都用不上，就放那么二三十克下去，啊，你这个衣服就特别的香，就像刚新买的一样。这个可以。还要啥？还要不要需要什么？来，我给大家一款家家户户每个人都用得上的一个东西。你先看一下他们要什么，好像有。没有，他们要的不一样。哇，这个不是。这种牙膏啊，最近在抖音上比较火，好像是要79一瓶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上次抖音上好像要79一批吧，好像最近咱们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见过啊，能洗白牙齿的啊，这种什么抖音上也好像卖79啊，咱们公司里面的话是卖20块钱，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准备好了，咱们今天不卖，给家人们。准备好啊，3，我给大家的是4.9，升至的最低了，不能再低了，这个不能升至1块啊，如果能升至1块，我也给大家升至了，它这个最低升至是4.9，给大家安排。4.9，但是这个啊，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没有那么多大，这个只有150大。哇，我觉得你这好像对家人也好，但是也太低了吧。4.9下吧，小花生。4.9，看一下，4.9包邮，快递费不用你们出了啊，家人们，等于是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价格，然后你那4.9是快递费的意思，明不明白？没有要，你们要让我把东西上称，我只能这么上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，我要挣钱，我要挣别人的钱去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可能挣你们的钱？挣你们的钱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心里面过意不去。4.9啊，牙膏。我看一下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一人只能拍一单。每个人哦，但是哦，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每个人只能拍一单，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卖的话，我还希望你一个人拍100单，对不对？咱们不是卖。他这么一支的话，就100克，应该能用很久了。这个牙膏。这个卖的，真的，这个牙膏我自平时我用的也是，平时我也用这个牙膏啊，挺好用的，真的很好用。这个家人们都一直都来按门牙齿。我们公司里面所有人都用这个牙膏，我自己也用这个牙膏。我都用过。嗯。这个以前公司我都好像卖的挺贵的这个。没事，咱们今天。4.9还要包邮给他们，但是只有150单，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啊。4.9能付，说明也还有；4.9付不了，说明已经没有了，被别人抢完了。是70多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家人们好像买过好，还一直问那个牙膏什么时候有什么的。没事。一直说这个好用什么的。连陆生是不是？陆生是谁啊？陆生是谁？陆生哥。哦，就。不是，没有，他没有申请连麦啊，我看不到他人。没有连麦。他没有连麦呢，他有可能不在直播间呢。这个牙膏的话，因为给的价格太低了吧，好像一个人只能拍一单。没有，我就甚至了，因为我这个不是卖啊，卖的话我还希望你一个人拍100单，那我不是卖的多了吗？对不对？但我这个不是卖，我就是给你们4.9包邮，那个快递费你们只需要给那个4.9的快递费都行，不要你。不要你们钱，这
这牙膏是。我要挣，我要挣别人的钱，却我不能挣你们的钱，对不对？我要挣别人的钱，我怎么好意思挣你们的钱？王总大气，他们都说。还有最后二十道，最后二十道就没有了。二十道，最后二十道下面，我，哇，王飞哥。啊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突然就。没有，他们说他们让我，我说我这边堆了一千多的货，他们说上车吧，我们帮你买一点，能帮你一点是一点。那你这个不是帮了呀？那我上车了呀。那你这都没有没有，我有事情，我要是自己去解决，我怎么能让我直播间的家人掏钱帮我解决？那算怎么回事嘛？我要挣钱，我要挣别人的钱，却我不能挣我直播间这些哥哥姐衰们的钱。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啊！如果我今天我挣了你的钱，以后你就离开我了啊，觉得我这个人不行，因为你的钱被我挣了。有个人说拍不了了呀，一个人只能拍一单。一个人只能拍一单啊，这个是我自己限制啊，我给你们限制的。因为这个确实有点，因为我不要你们的钱呢，我就让你们只付一个快递费呢，看到没有？哥想的是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不要每个人都有太多了，有太多了的话，就也那个的嘛。这样子，最后就给大家一个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啊，垃圾袋，你们平时在外面买多少钱买的？说。打在狗皮上来，那种垃圾袋啊，你们在外平时在外面买是怎么买的？多少钱买的？打在狗皮上。那种垃圾袋，你们在平时在外面买是，多少钱买的？20多块钱。你们平时买垃圾袋的时候，你们是又花多少钱买的垃圾袋？比如说你花10块钱买了多少，就是有多少个袋子的那种，打在狗皮上，全部打在狗皮上啊！我们今天挑战全网最高的性价比，就这样子嘛啊！300个垃圾袋，就是啊，一个袋子300个垃圾袋，而且有手提的那种袋子啊，300个垃圾袋。啊，我不知道平时你们啊花20-30块钱多少钱买的啊？300个，来，今天我们直播间2块钱给大家。什么多少个2块钱？300个垃圾袋，2块钱。不，王飞哥，你这样子不太好吧？王飞哥，你这没有，你不知道，不是哪里去了？300个垃圾袋啊！下班小黄车，应该这个价不能上吧？没事，能上。三卷就是300个吗？那有多少只的吗？哦，3卷是45只，5卷是75只，10卷是150只，12卷是18只，15卷是225只。对。2块钱啊，下边小镇2.8块。你赶紧给你表姐打电话呢，快点。啊。你赶紧给你表姐打电话。打电话呀，别卖了啊！没有，我这个不是卖，刚才他们说他们，打呀，他们说他们知道我这边堆了1000多的货，他们说上车帮我买，能帮我一点是一点。这句话我感动了，真的。喂，表姐。喂，啊，吃饭了没有啊？你们？你明天回来吗？明天回来了。明天这样子，我明天可能不回来了，表姐。
明天不回来。我这里好像就有点事情嘛，那个要不再过两天再回来好不好？你不好啊呀，你天天骗我的不好。我这样子嘛，我再过三再过两三天再回来，然后我们反正王菲哥今天，对了表姐，我跟你 说个好消息啊，今天王菲哥给你买了很好看的衣服。啊，你的衣服我给你买了啊，表姐。很贵的。真的买了。买了买了。真的。他嫌王菲哥每天阿梅让回来的啊，每天回来。不是，表姐，现在跟你说个事情啊。啊。你再帮阿梅看几天嘛。啊。你再帮阿梅照顾一下阿梅的弟弟妹妹几天。当然不能让你白照顾啊，到时候阿梅，你是不是差阿梅2000块钱？嗯，对，上次你拿去买化妆品用的那2000块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如果帮阿梅再看几天孩子的话，那2000块钱不用你还了，我帮你还。还了。我帮你还。啊，哇，好像被看好好的。但是你要再帮阿梅照顾阿梅的弟弟妹妹5天，好不好？还有5天。阿梅明天跟我去一下，去一趟广州。去广州。嗯。哎呀，还有5天，怕死我！哎呀，你们，不行嘛！哎呀，真的还有5天。不可以，不可以的，你两个太太都骗我的，我不可以的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你就把阿美那个钱还给人家。欠我不还的，你们两个太太骗我的啊！阿美弟弟妹妹，每天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每天我不可以的，我欠我不还，我不管。你们两个太太骗子的骗我们。我不管，没他阿美上回来的。什么？明天阿美不回来就全部都是我不管了。那4天吧，4天。那不行。那你要把阿美的钱还给他呀。表姐，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你要把阿美的钱还给人家。欠你我不还了。欠我不还，你们两个天天骗我的。没骗你，我现在在跟你商量的嘛。欠我不还的，你们哎，你们现在有几天了，阿美？几天了？我们有一个星期了吧？还没有的嘛？怎么没有了？你们刚刚一个星期了，还有5天。还有五天，我不洗的，我不管。表姐，衣服给你买好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衣服哥，很好看的，很贵的，1000多呢。你有穿过1000多的衣服吗？啊？我看吗？表姐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！你看，我想着你在家里面照顾孩子，你那个项链我买了一款8000多块钱的，还有那个你衣服我也给你买了1000块钱的，你再帮阿梅看几天嘛？到时候阿梅你差阿梅那2000块钱也不让你还了。妈呀！我这个买的8000块钱，我们好开心的。关键的我们。明天快回来嘛！哎呀，阿美啊，明天嘛。一个星期嘛，好不好？5天就5天。哎，你们衣服买好了，我们洗洗，我们想着穿的衣服的，你们明天早点回来吧。你想穿衣服是吧？啊。
那个是啊，还要几天呢？那个你再把阿美看五天，到时候衣服也给你带过来，项链也给你带过来，还有你差阿美的那2000块钱也不要你花了。这个要花。没事没事，这我到时候。这个钱我帮你还给阿梅。你花啊？嗯，我来帮你还。哎呀，你来帮我花的不行啊。那你自己还吗？对啊，我想给你花的，我不好意思嘛。好，我没事没事，你只要你只要把那个阿梅的弟弟妹妹照顾好就行。好不好？你们还有五天啊，不要骗我啊！五天不骗你，不骗你。啊，五天不要骗我，五天不要骗我，阿美弟弟妹妹，我好好照顾啊。嗯，好。好好照顾，好好，我们只发他两个吃的啊。你放心吧，你放心吧，瓦皮哥。嗯，好。啊，我听你的话的，我们。我不是诈阿美的，阿美是骗我的。嗯，我没有骗过你的嘛啊，我很老实的。啊，你们是好惹的啊。嗯，好。嗯，好。我们开心的。嗯，好，就这样了啊。啊，好。嗯。我不是王斌哥。嗯。你为什么说要？发2000块钱，哎，其实这个不用说的，你给他买了那么贵的那个，哎呀，我这个，这李华飞是个人才。没事没事啊，那个毕竟是，哇，咱们直播间7000多人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有那么多？啊，可能是咱们。我对直播间的家人们啊有点好，所以那个官方把我推上热门了。我对哦。什么上车？已经上完了。上车的事情就上完了的啊，就因为那么一句话啊，那刚才直播间家人们啊都知道啊，我一说我这里堆了1000多万的货，直播间家人们都说。你们都心疼我，所以就是让我上车，你们帮我买一点，能买一点是一点。你们都这么说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这么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我给大家的这几样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一份心意。你这份心意太大了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直播间家人们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在我直播间支持我的这些家人们啊，你们是我的家人，就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啊。我平时也喊你们，也是喊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从心里面把你当成亲的爸爸妈妈啊，亲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一样的，所以那个。我要赚钱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赚钱，我做生意的，我肯定是要挣钱的，对不对？但我是要去挣别人的钱，不是挣你们的钱。哪怕我哪一天啊倒闭了，饿死在街上，我也不会去挣你们的钱。哦，我说啊，我没钱了，跟你让你们给我刷礼物啊，给我刷礼物，我去买饭啊，那个吃饭睡觉都可以，这些都可以理解，都是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互相帮忙，但我不可能拿什么样的东西去挣你们的钱，那样子的话我心里 我睡觉都睡不着。这就是啊原则啊，这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原则，有自己的底线才行。快点买机票。行，那直播间各个结束了啊。今天我们就先下播了，然后我现在还要送阿梅回酒店才行啊。阿梅她这两天住在酒店，然后我先送她回去，然后明天我再明天我
应该要去广州啊，然后我一会儿就给他递票。出事这两天。明天我们俩我去广州处理一下，我那边有，现在地搭出问题了，广州那边的我那个负责人那边是有问题比较严重，我先明天过去他那边看，然后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，该怎么去解决，该怎么去处理。然后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王菲的支持啊，咱们我平时有时候用这个号直播，有时候用另外那个号直播，然后你们没有关注我这个号的，点开这个我手指的这个方向，把这个红色的关注点一下啊，没有关注的你们就点一下关注啊，要不然我以后在这里直播你们是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先下播了啊，拜拜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拜拜，明天见啊，我们明天见。明天晚上八点半我们不见不散。明天晚上八点半我准时开直播啊。明天晚上八点半我准时开直播。咱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。明天见，家人们。狗皮上明天见，三个字打在狗皮上，八点半谁都不要迟到。咱们现在是6200个人啊，咱们明天不要迟到，八点半准时不见不散啊。他们肯定不会迟到。我也肯定不会迟到，明天我们看谁迟到啊。八点半咱们就调好闹钟啊，调好时间，明天晚上八点半准时不见不散。拜拜。拜拜，家人们。